看看新闻网。蛇年伊始，明星们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始忙活新一年的工作了。出外度假或者绝经的艺人也都纷纷回港。2月17日，任贤齐和黎明就不约而同地由外地返港，并向守候的歌迷送上祝福。身穿黑衣的任贤齐表示，刚从澳洲墨尔本 Perth 做完音乐会归来。他表示，留港两天之后会飞到新加坡继续工作。跟住去美国，唔系加拿大，跟住就北京啦，开始。唔好意思，冇地，冇准备利是 ，sorry。小齐离开后不久，黎明独自推着行李车现身，现场等候的粉丝一拥而上。走到扶手电梯附近，他先让记者和粉丝先行，被歌迷包围的他接过他们的红包和礼物，又叫大家小心，最后才坐上七人车离开。新年快乐，得啦 ，OK OK。小齐接收。新年一回来就受到粉丝如此热情的欢迎，是不是蛇年工作顺利的好彩头呢？